北马路边怎么有一只鸡啊？天哪！好，我先去把它抓起来看看。喂，结果我还真的把它带回来。对，小黑，小黑，乖哦。要洗我，要洗我。那不是你的晚餐，好不好？我要带回家，嗯。好了，各位，他只能先待在厕所了。那先帮他喷一下驱虫的。没有，因为他刚才路边，我怕他被车撞到，或者是出什么问题这样子。对啊，其实也是蛮担心，因为那附近野狗也多啊，怕他被咬死啊，所以就先把他带回来。啊，之后就看有没有办法送养之类的吧。话说他真的很淡定哎，神经怎么那么大条、啊？各位啊，可上手啊、哦！来，小心哦，先下去。孩子乖，嗯。好，我家猫咪在外面这边靠腰。好，其实它真的是蛮乖的，可是这种情况真的是第一次遇到，路边可以捡到一只鸡。对啊，真的是不知道什么情况，完全不知道啥小。好，用一点东西给它吃好了。好像真的是蛮渴的哈，是不是？哦，可是它身上的鸡味真的很重，这是根本是鹦鹉好几百倍的感觉。啊，你要就喝，哦，水留给你，就这样。好啦，拜拜。嗨，各位，我刚才稍微去寻求一下鸟会协助啊，干嘛？因为他们平常虽然说没有在受理这些案子，但是还是有听过类似的案例，那所以说就建议我去网络上找一下有没有那种专门饲养家禽的社团去寻求一下协助。那所以说，应该这几天我稍微记录一下他在这边的生活状况啊，生活日常这样子。那希望他到时候去新家也可以认识新朋友，那新的饲主可以好好善待他，就这样喽。那就先记录到这边。各位，其实我还要解锁他一个新地带，他其实蛮喜欢被摸摸的。对啊，他被摸的时候会很享受的感觉。对，大家有没有看到？好啦，这个不是一只一般的鸡啊，这是红头巴丹，有没有？水哦，红头巴丹。好啦，那我决定帮它取一个名字叫杯面。对，因为它是白色，很像大英雄天团那一只。好，那我其实不知道它的年纪啊，真的看不出来，因为对这方面没啥经验，对。啊，这个鸡冠呢，其实我之前就很想摸摸看这是什么感觉，我今天终于摸到了，好棒哦！这种感觉真的是很棒。那这个基本上呢，我只有吃过鸡冠，好、啊，放心啊，我不会把你吃的啊。如果真要把它送出去的话，估计肯德基也跟麦当劳叔叔要打架，对，他们会为了杯面而吵架。哪一间做的比较好吃，我是不知道啊。我觉得都好吃，好啊，放心，不会把你吃啊。给你摸摸，他还蛮喜欢的，真的。好了，各位，他现在在里面休息啊。这是就是技术用的那种备用外出笼啊，这笼是很好用啊。那如果空间对他来说太小，我也就不关笼门了，这样子，对啊，那他基本上他真的不太怕我。那我的手现在其实因为一手在长进有点困难，反正呢，目前呢暂定就收养啊，因为讲真的，之前也有先联络一些收养人啊，我还是不太放心，所以就想说就是先自己养一阵子，然后再看他对环境习不习惯，喜不喜欢。喜欢的话那当然啊，他就是我们的新成员啊，不喜欢的话可能就我会再评估一下这个环境的部分。对吧？欸，我说不定还会为了他搬家欸。反正这就是我们的红头巴丹啊，杯面 OK， 好啦，那你就先暂时住这里哦，不用担心哦，先好好睡吧哦。好啦，那之后会在频道慢慢的更新他的一些日常之类的。好，那我们今天影片结束啊，如果喜欢影片，记得按赞、分享、并订阅我们频道。
然后至于那些习俗的部分呢，我觉得我还是不忍心让他死在外面啊，对吧、啊？那如果说真的会睡的话，我就看可以多睡吧。反正我觉得有时候我真的已经够睡了，是没差啦。好，那就先这样，影片拍到这边，好，拜拜。